和平快乐持续交易合法化。大家好，我是 Miko， 我在台湾从事流音工作将近十几年的时间，我在万华也有十年的时间了。从我第一天在万华小朋友从流鼻涕开始认识，一直到现在长得都比我高了。我们与居民之间的那种默契跟沟通，确确实实也可以造就成，就是说社区与流音之间的那种和睦相处的那种那种情境，而不是用歧视还是说排斥。所以你跟他看全台湾所有的流音区的居民的包容，还有流音性工作者的配合，我觉得这种经验可以让科批市政府的团队来做一下参考。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取就是那种检举的专线，对于我们而言根本毫无帮助，没有助力，反而只是在我的感觉就是有点在挑拨性工作者跟那种居民之间的那种情感。或许你认为就是说我们流音哪里你觉得看不惯的，可以透过我们流音自治的那种心态来好好的跟检举的那个人沟通，而不是说你用来检举我们，然后又要让警察伯伯出来类似好像我感觉又有一点在蛇影啊藤窟窿一下过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既然十几年前跟着日日春在抗争，把那个社会维护法给80条给释宪，我一直以为我可以好好的工作做生意以备养老之需，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就突然冒出一个儿少法29条来灌我的罪，我真的蛮跳脚的。我以前是社会法就是去拘留了一两天是没有记录的，所以我现在搞得很刑法，我既不杀人也不犯，也没放火，既没有贩毒，我居然是被刑法这样子牵制，我就觉得台湾这个社会我真的很难理解。我身为一个台湾人，我刚才想要这大千年好好在台湾都生存，结果是被法律这样子压制。